发，连续拍摄72小时，记录下一段段充满回忆的旅。船跟这现在的完全不一样。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哎呀，那是要，大概是他爸爸6岁的时候，那时候36年了有。啊，都上得起呀！我刚刚上得下来，哪能又上得起了啦？上得风景更加好。上得风景更加好。那个时候，那好像也是夏天，他爸爸有还有张照片呢，也是穿短袖的。哈哈哈哈哈！啊，那，哎呦，大猪小猪，哦，大猪小猪，那就是他，哦，就是他。您36年之后再做这个有什么感觉？哎呦，真是时间过得真快。这是哪个问题呢？你两只耳朵多了。哦，一热了要出来。It's a city you never sleep. Yeah. So you can really feel that. This is like the highlight of the city view. Absolutely beautiful. Yeah. 晚上和载300人的游船基本满载。夜色下的黄浦江两岸流光溢彩。Recording, what can we for yourself? You're still recording. Yeah. 我刚从大学毕业，然后这是我的毕业什么旅游？我看您一家人都来了。一家人是对，是我爸爸、我妈妈，是我女朋友。您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是的，我是美国出生，美国公民。啊，那个您父亲也是在美国出生？不是，他是老上海。啊，那我爷爷也住在上海。哦。所以我也来看他。那你会说上海话吗？我能听懂，但是我说不了，我只能说，我知道侬讲啥闲话。只知道这些字就可以了。同一个问题，我们又问了他的父亲。您现在上海话还会讲吗？我上海话相当好的，搿勿会得忘记得本个事体，对。
阿拉上海人嘛，对吧？所以讲我外头去跑到外头去出租车的讲，讨价还价，人家听上海话，总归没话讲了。1988年，邹先生出国读书之后就一直在国外，再回国已经是20年后。最近几年，他经常回上海探亲，不过像这样一家人一起坐船游黄浦江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船的话，感到很亲切，因为我记得我在华东师范上大学的时候，坐那个船到青岛去开出去的话，那边就是一看的话，根本跟这边是不可是同日而语的。以前的话，这边浦东全部是一片荒地，小时候还在这个外滩这边玩，这外滩也做得很高了。那后来回来的话，就看到，这边的浦东一点点起来的话，那简直是感觉是相当不得。这次的话更感觉更好，对不对？跟家人一起回来，带小孩一起回来的话，这个感觉真的更好。熟悉的黄浦江，陪伴在旁的家人，许多年后，这又会成为一段温馨的回忆吧。好，来看我爷爷。陪我朋友过生日。我多少岁生日？20岁生日。你们是同学还是？我们高中同学。嗯，就我生日。他在上海读书嘛，然后我们就都过来。这是我们的老大。这是我后面最害羞的是我们老大。我看考试成绩排名，考的最好的就是，然后大家一起读读书，一起学习，按成绩排名。忍不住。你们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吗？是，必须是。对啊。对啊重要了，只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也在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朝各自的人生追寻了。好了，您做这个做多少年了？我做到现在45年。我家呢就是离码头比较近，那时候就是现在的南浦大桥下面有很多抓鱼船，那时候的抓鱼船真好看啊！我告诉你，木头船翘起来，两只眼睛五毫子，又叫红眉毛、绿眉毛，老好看哦！哎呦，搿些辰光小辰光一直去看啊！哟，到了码头好一看看半天了，想不到毕业了以后就搞船了。1973年，他从上海市大同中学毕业，分配到客船工作。我一唱上船是什么？不，还不是水手呢，我做大师傅啊，烧饭的。然后我喜欢，我就改行做水手。我从最底层的职位开始，水手、舵工、驾驶员、二副、大副、船长。我从上船到做到船长，我花了10年的时间。我印象当中，原来这个就是浮筒，哪能不得浮筒？搞小船的那个不得浮筒，差不多。老早就是浮筒，上头嘛还有一个标杆，一只灯亮啊。嗯，他们好像在江面寻找着什么东西。标杆啊，半个多月前他说，你在黄浦江上这个浮筒不晓得还有吧？我讲我看到好像有个呀。一个我也想去。就是航标。那么我讲我别人去。那个我母亲说他也要去，那么一起去嘛。这里是杨浦区了。老先生今年94岁，曾经的工作就是在这片黄浦江面管理和维护济泊船只的浮筒。黄浦江上一个圆的浮筒，都靠大船，万吨船码头没空，靠在浮筒上了。现在一大溜子都是浮筒，一直到东沟44个浮筒。哎，现在没有了对吧？一个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浮筒了？一个是浮筒了。就是航标。这个是航标。就是航标啊。这不是浮筒啊，以前是浮筒嘛，老早我让我想到这个就是浮筒啊，这个是航标，就航船不要走靠里向过去。哦，侬就这个意思，就这个中心线，就像个车子一样啊，对吧？哎，啊，以前黄浦江都是全部都是船。啊。
那个船都是8000吨、10000吨，最大的，再大的没有了。现在船都改了集装箱了，所以黄浦江的大船一个没有。许多坐游船的老人都有一段关于黄浦江的记忆。以前坐过这个船吗？坐过的，不过不是这个船。嗯。以前没那么漂亮。嗯。啊，以前呢，直通那个黄浦江口的。嗯。再回来，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工作，那么在我是搞幼教的，那么在幼儿园嘛当教师，那么我们成立了一个共青团。共青团员嘛，组织活动，组织活动呢，就是集体很多人呢，乘到黄浦港口，那么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也很开心的，特别开心，最好的年华，现在一去不复还了。老人86岁了，这两年因为脚部软骨损伤，走路不方便，大多数时候都是待在家里。女儿今天特意租车带着她坐船游览黄浦江。现在年纪大了啊，女儿呢也不容易陪我一趟，抽个空是吧？那么我想呢来看看，我也知道我年纪大了，我也看不了几次了，所以我想，来玩一玩嘛，挺好的。船舱外的黄浦江静静地流淌，随着江水一起流逝的还有旧时的时光。转一转看一看，因为平常你就是算出去的话，你可能你正干了什么的，然后突然医院打电话说有一急诊什么的，你就得立马的回去，时刻都得绷着那根弦。这次是因为太远了，你就是有电话也回不去了，所以说可以的，完全的放松放松，挺好的。也是有朋友介绍说去到上海一定要坐游船，沿黄浦江转转嘛。还是比较享受这种心情，比较放松，也很惬意。因为在北京其实工作强度也挺大的，然后大家都很忙，那这种机会很少。我们在游船三层甲板上遇到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啊，就61岁以后开始呢，那脑血管就开始出现高血压，血压很高，120到190，啊，像高度血压。不是一种病啊，又消化到溃疡又有，什么病都有，啊，百病丛生啊都来，自己总觉得有生之年总得来点啊，跑出来游游这种感受啊，觉得很好啊。老人说他现在已经是旅行社的常客，每年至少要出门旅游2次。这天晚上我们还遇到了栏目拍摄至今最年长的采访对象，因为他今年刚好101岁，
对，啊，所以他有想要来上海，嗯，我们就排了这个时间啊，因为这个天气这个时候比较好啊。老人是湖北。一对母子，他们是游船的常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乘船游览黄浦江。啊，阿拉刚刚就是搿搭上来的，对伐？嗯，对伐？搿搭刚刚就搭上来的。今天因为是那个休息天嘛，那么就带着我这个智障的孩子一起出来走走看看。那么听说就是这里有那个新的那个船出来。那么后面我们过来了，过来，但是因为时间没有，不知道时间，所以呢没乘上，就乘了这个船。今天他本来计划带儿子乘坐新开设的从十六铺码头到吴淞口的航线，可是因为错过了航班出发时间，所以就改成了现在这班船。你不带他出来呢，他这个什么建筑啊什么的，这个黄浦江的船啊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没有那个感觉的。那带他出来了以后呢，他知道了。他自己喜欢吗？很开心，就喜欢坐这个船。哎，他也知道，就是东方明珠啊什么的，他也知道。他的儿子今年38岁，即使是最简单的生活自理，他都要耗费许多精力去教他。他这样的孩子呢，就是他那个接受能力呢有限的，有的东西你教他呢他能接受会的，有的东西他不会，再教也不会。那这几十年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挺不容易？那是啊，付出很多，付出的很多。就人家那个像这样的孩子付出去以后有回报，像我们这样的付出没有回报，就不跟人家比还可以，你要跟人家比的话心里挺难受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带孩子出门。原来像他这样子，我不敢带出来的，因为怕人家有这种歧视的目光，啊，有的时候他坐着啊，人旁边，如果有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马上就站起来走了。这个对我们那个心灵上的打击是很大的。那么慢慢慢慢，这个自己也一点点调整放下来了，所以。带他出来走走，开心吗？开心吗？妈妈带侬出来，开心啊！那到了啊，到了，那就到了。小小呀，开心吗？小小，小小呀，
谢谢啊，谢谢你们的礼物啊，谢谢谢谢。现在我们大人在照顾他，以后我们大人不在了，由谁来照顾他？会尽量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也就是说活得长一点吧。那么对他有个照顾。高铁就到上海来会合，能不能采访一下小姨小姨怎么样？可以啊，他们在那边呢。这次您是专程过来接妹妹？对对，等于是我妹妹她到大陆来旅游。哦。旅游的话就上海就提点赞，她就提早一个礼拜到上海来，所以我们就在上海见面。还是一起去旅行，还是一起去旅行的。反正有机会我们就见面了。都互相年纪都有点大了嘛，见一次是一次嘛。哎，哇，这好漂亮啊！来，干杯！来，黄醉黄浦江，来，比较浪漫之夜，来。我小船现在才是大船了，中午才到，然后就在外滩转一圈，然后等着坐船转一圈，下午五点的火车回去，没带孩儿，下次带孩儿过来转。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就是为了来到你的身边。